你这套衣服是13000到20000块折更多。大华哥，你件衣服10000多。光哥打麻将也是12000。这就夸大了，感谢把他淘汰。不然我买衣服是那个，现在高尔夫球衣服很贵啊。哦，吓死人！那所以我不打高尔夫球啊。你的答案该不会是拒绝运动吧？TVBS 欢乐台42频道，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拜托 ATM。